我觉得很直观的就是，你们走进来的就是我在工作或者说创作过程，做电影说创作过程，我脑海里面会同时浮现的一个还在脑海里架空的一个空间。那也因此就使用了展演跟剧场整个融合的方式来做出这样子的展演呈现。这三天的拍摄，其实它是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年代，但是在同一个场域里面交错的呈现出来。在这一次的过程中，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着如何能够把现场的状况可以投射给观众，又可以被影像适度的捕捉。这三个角色对我来说，其实一直都有一种觉醒的感觉，是自我觉醒的感受。所以其实像刚刚彩排的时候，其实彩排我没有带任何感情，但其实我也被就是在这边的观众朋友有点感染到。